你知道吗？通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，就可以有效延缓衰老哦。首先，饮食是非常重要的，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抗氧化物质，少吃高糖、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，这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，并减少自由基的产生，从而延缓衰老。其次，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。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等。此外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充足的睡眠可以修复身体机能，帮助身体恢复和排毒。建议每晚保持7至8小时的睡眠时间，并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。最后，保持良好的心态也是延缓衰老的重要因素。要学会释放压力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这有助于调节身体内环境，延缓衰老。通过这些生活习惯的改变，相信你一定能够延缓衰老，保持年轻活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收藏。